平常看 NBA 篮球比赛，球场上球员们飞来飞去的灌篮，让观众真是大呼过瘾。为了让各校球员也能享受在空中的感觉，在竞争激烈的 HBL 高中篮球联赛赛事当中，特别安排了创意灌篮比赛。但身高不够高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项比赛参赛者透过特制的弹簧传电，合力演出最精彩的灌篮。这个创意灌篮比赛不只比灌篮，还要比创意和巧思。来自兴隆高中的球员们脱掉上衣，身上写着教练的名字，合力灌篮，要感谢教练带队的辛苦。再看看泰山高中的球员们都戴上头套灌篮，还现场来段街舞，各队卯足全力就是要博取评审的青睐。教练也是刚好姓田，所以就用教练的名字来那个来写在背后这样子，因为这是用弹簧灌，我们练习的时候没有弹簧，我们就是灌篮框而已啊，然后也是一样在那边传球，然后就没什么感觉，有时候还会被教练讲一讲。这次参赛的队伍共有八队，要展现球员们最独特也最酷手的创意。总决赛将在3月3日 HBL 决赛现场进行，获胜队伍将获得10万元的奖金。记者丹尼布马耀台北市采访报道。